傻帽，知道你在这里无亲无故又没有朋友，特地为你做两个红鸡蛋，好事成双。以前我生日，我妈妈一定会帮我做红鸡蛋，感觉很温馨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只想抱着你睡，可以吗？喂，既然来了就不要跑啊！来啊来啊！你又搞什么鬼啊，熊宝宝？我庆祝生日啊！庆祝生日？你天天都生日啊？我是昨天才生日的嘛，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距离美国东岸的时间还有10分钟才过哦。我到这边发传单呐、啊，就是看谁能跟我庆祝生日。想不到又是你哎！哦，所以你就把四国语言都写在里面喽？谁知道啊？不过可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跟我庆祝吧。为什么是法国啊？我随便说的啦。不过如果有一个钟楼怪人跟我一起过生日的话。我也是会很开心的。哎、欸，你嫌我不够体面啊？你是外国人，我看这字一定是枪手写的。这是我写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才不信呢。当你每天都见不到你的 daddy 还有 mommy， 只能用纸条跟他们说话，我想你的字也不会写得太差吧？还说赶快许愿吧。哦，对哦。唉，想不到吧？我打了一天的工，赚到的钱只够买这个蛋糕而已。快，生日快过了。嗯。好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是吧？谢谢。啊，连续两天都遇到你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何止有缘啊，简直是邪门。嗯，跟人分享的生日蛋糕特别的好吃耶。哎，你朋友呢？不跟朋友一起过吗？我没有朋友。哪有人没有朋友的、啊？少见多怪。哎，你穿这么厚，不会热啊？不会啊，这是我10岁时生日愿望呢。当一个熊宝宝？错，是一个敬业、乐业、尽责又完美的熊宝宝。错。其实啊，我以前是想当米老鼠的。你9岁的时候一定就想当一个又尽责又完美的 DJ 喽。错。16岁。哎，你有听我的节目啊？你上电台，少来了，我随便猜的啦。啊，对了，我那50块可以还我了吗？哦，你很爱计较哎。快啊！干嘛？放进去啊，写几个字就当作是送我的生日红包吧。嗯，快。奇怪，哇，好久没人送我生日红包了。你手怎么红红的？是不是受伤了呢？哎，生日快乐！的确很快乐，而且完成了很多愿望，还收到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呢。红红的，吉祥如意吧？对啊。这个谁给你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其他的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难道还会指望有人做红鸡蛋给我吃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亲人以外，不会有人这么做的。Thank you.
傻帽，知道你在这里无亲无故又没有朋友，特地为你做两个红鸡蛋，好事成双。以前我生日，我妈妈一定会帮我做红鸡蛋，感觉很温馨呢。祝你吉祥如意，生日快乐，银河。哎，生日快乐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可以陪我一起睡吗？我知道，我们曾经约法三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做其他的。我只是想抱着你睡，可以吗？香哦。嘴角勉强撑起了笑，也要让你看到最后一丝的骄傲。因为你说说到做到，提得起放得下，才有男人的味道。我不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会有多么煎熬。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个体，我们矛盾总是在算计对方，却又渴望互相取暖。我们不停地说话，以为是在沟通，其实千言万语比不上一个拥抱。